工匠 test 之外，在这里的 R&D center 在测试什么什么什么部分？请这个。我们这边啊，嗯，对对，我们这边就那个第一的话就、嗯、power 测试嘛，嗯 ，power 测试就分就是 power 的 quality， power signal 或者，嗯、然后还有就做那个信号量测嘛，对对，然后我们是功能测试嘛、嗯，然后就高低温测试嘛，对，这个是研发部分的，嗯嗯，对，当然工厂里面的话还要做更深入的测试，嗯，嗯嗯对对对对，这样子。我们 cooling 动力学方 cooling 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吧？对，很多。这个，你觉得这个重视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说风扇的研发是不是、啊？重视主要理由是是，因为风扇它会影响到稳定性嘛，嗯，而且它的性能嘛，等等，嗯、对，都是牵扯到风扇的问题。嗯、是这样，就是风扇的话会影响到那个整个板的稳定性，嗯，对对，还有那个超频性能。嗯，